赖清德助选赖品妤系指竞总成立大会，2000民众涌入会场，热情相挺。赖清德压轴登场，把气氛拉到最高点。我咧呼算这些票得这公斤，也阁唔捌看过像赖品妤抗战的这个票数有1393票，增加个有偌济？哇！我看你报告，那一篇报告，赖品妤已经进主票。不止拉抬小鸡，赖清德话锋一转，把矛头对准国民党的对手廖先祥父子800坪违建庄园和停车场。做议员贪污，啊做到被判刑判两年的，因囝来给伊机会做议员，啊不只是侵占国有财产局的土地起豪宅呢，因国侵占国有财产局的土地。去开票停车场共收钱呢？助选火力全开，就连赖清德80多岁的阿姨坐着轮椅也要出席，用行动相挺。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到场赞虾。加油！谢谢。各位听话，我说就是我们选总统，不要搞错，总统到赖清德，你不会到赖清德啊，各取而到民进党，拜托，谢谢。苏贞昌、赖清德周末全台造势场走透透，而赖品妤3年前以黑马之姿赢得新北第12选区，端出扎实问政成绩，力拼立委连任。三立黄新城侯强新北采访。